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，今天要跟大家小解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味，味会当讲是咸酸苦涩的感觉，像咱讲气味、滋味，嘛会讲是算汗油的单位，像讲这味油啊足补的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滋味，意思就是气味，嘛会讲是一款感觉，也够趣味，像讲湖边钓鱼的滋味袂歹。第二个词糟味，就是失去原味或者是应该有的气味啊，过去。一首歌叫做《走味的咖啡》，味字面的意思讲起来，就是讲咖啡已经无好啉。啊，内底言的意思是讲恋情已经变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这首《走味的咖啡》就算已经过真久，即马听起来同款真有滋味，完全拢未走味，互人足少念。今仔日小解即一日味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